伊即摆意思是讲，罗在兴结了手下做财产委任，甲永兴的股权，互你甲罗文轩一人一半。罗文轩迄个私心主有啥物资格甲我抢啊？罗在兴对罗文轩大细心，这是正人拢知影代志啦。进前你妈妈老虎咪，就因为这件代志，甲伊冤家过，所以吼，你就唔免放在心肝内啦。你讲你无去注意到啊？王爸去做个财产委任书的时阵，小马跋落海，甲你安排我倒转去罗家代替罗家峰是共一工。你真少想看卖，想怎呢？拄仔好，敢会是阮爸怎样才咱的计划？无想怎阮爸啥物时阵嘛去做这委任书，偏偏来选你时阵去做。你免想咱这啦，既然都在现即马伫你手头，伊就无多避鬼避怪啊，免惊啥啦。趁罗文轩即马搁伫外国治疗。其他人都唔知啊，恁爸爸有做这份财产委任，咱就另外搁做一份新的，先下手为强啦。所以来，你听清楚啊，隔壁坐一个律师，阿个龚俊林，为你去找恁爸爸，把伊的手印登在新的委任书顶面，心不低，鬼不夹，无人发觉。只要经过法院公证，就算讲其他的人有疑问，迄嘛无法度啊。因为迄个时阵，你已经变成永兴的掌权人啊。我想要看罗在兴先生，请问伊伫个倒一间病房？歹势啦，罗总有交代过，除了伊以外，不准任何的外人入去哦。外人袂当入去啊！那恁迄位罗总诶，伊是安怎会当入去？因为罗总罗家峰是伊后生，啊后生是亲人，亲人当然嘛会当入去啊。哦，我了解啊，所以亲人会当入去。真拄好，我嘛是罗大的后生，我敢袂当去看阮爸。我是罗文轩，看好清楚，父亲蓝丁明是名下罗在兴，是。北房的号码是偌济？我想要看阮爸。你啊，行过去，上尾啊，迄间就是啊。多谢。我是文轩，是你的命苦啊！爸，你真心看我好吗？爸，命苦。我是在做梦啊！美国警察在外面偷情呢，爸，是我，是你的命苦，你看，我一妈妈就已经看会到啊。爸，我听讲你无在讲话，我本来阁无想要相信，想要靠自己来是假死的。你啊，就算是看会到啊，唔当靠你，唔当靠，你目睭拄只好尔。
唔当因为爸爸好去影响到的。爸，爸你放心，你好心，唔了不过，阿哥我，我袂让你哥哥大大一个人倒伫遮的。美姑，你去走，你阿爷不是你想的那个哦，伊是我最强的，伊对我这个亲亲妈妈都敢下手啊，伊若发现你的家，绝对会对你不利的啦，你去走。爸，爸，你先别这样给到，你先别这样给到，你放心，我知影，你是烦恼，我有够伤害。虽然我无看过这个哥哥，但不过我知影，阮两个家风，不管伊的出发点是啥，我拢袂阁予伊用阿姨名义来伤害你。我即马就带你离开这，啊！喂，什么代志？喂，罗总，我想想咧，还是甲你报告安尼较好，就是拄只有一位先生。伊讲要看罗董，啊，坚持要入去病房呢。我唔想甲恁交代，千万唔通让任何人入去。啊，想做袂正，我会反骨哈。恁真正袂交代。无啦无啦，迄是因为伊讲伊是伊的后生，啊，照规定，阮是无法度阻止伊入去。你甲我讲伊叫啥名？伊叫罗文轩。喂，喂，喂，罗总。你给我听清楚，马上派人给我们爸顾好，千万唔通让伊乌未来，知影无？啊，不过伊拄只已经把罗董带走啊，把我们爸带走，恁这饭店是哪做哪事啊？啊！我真无干，恁个行到今嘛，都差一步就成功，想做一流的人啊，又后卡。罗文轩只不过是私心做，单中只是假。我罗家峰是正主，绝对袂当让伊手足属于我一切。阿伯，文轩，你总算来啊！我看你的办事，变一变人应该是无甲恁做钱哦。也是你这个亲戚吼，说出比因为这个人靠谱。爸，我会当请你伫个遮，我叫你出来，这拢是志豪的功劳啦。是伊头壳分钟过，才知影你不过出来了两年。阿伯，你免搞这多事啦。我细汉时阵，南市暗中搞到三更，我无多开店要食。你对我温情，我一向拢无多害你。你是一个好人啊。安尼以后，我嘛会当放心去天顶甲秀山见面啊！爸，客伯嘛来啊，大家拢足烦恼哩。无唔对啊，还佫有亚静、亚宝因嘛来啊，大家拢爱吃伊啊。我即马就带你这位男主角出去甲因见面，让伊安心。平安出来啊！好个，这里无代志。啊，若无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才好。行啊，丽萍，文雅，好个，再有恁斗三工。啊，若无文轩来遐尼拄好，赶到位把我救出来。行啊，尤其是你，我实在欠你足济。行啊，你免讲，我嘛知影。昨你的眼神怪怪，尤其你看迄个家风啊，特别生气。所以我才叫志豪赶紧来龙文轩跟回国。结果有影，今仔日夜市啊，要来替你搬砖去。才知影讲哦，你有迄个家风啊，甲你偷耍走啊。好佳哉，阮的准备啊，还算会好啊。
哎，英啊，你现在是把我当作外人了？咱白叔真兄弟啊，咱等于是同口罩的呢，所以你的代志啊，就是我的代志。你真是赶过来啊，文轩，不管安怎，咱绝对袂当让伊甲爸带走。这是当然的，我回来的目的就是要保护爸的。无论你嘛是要白天对付我先，怕人化救人，敢若恁做得出这种代志呀？你明明知道要对你期待偌大，那一错再错，光阴小手。阿老婆，真正无人通救你。我想要嫁给我上爱的爸爸，是倒位顶唔对啊！啊，恁家的人偏偏一直跟我作对，佮迄个私心素全都转来跟我相争。你凭啥？就凭这兄，伊想要跟我离开，无想要让你照顾，会用的无？爸，管安怎，我才是嫁给罗家峰，我得惊啥？马上给我闪开！我想要嫁给阮爸，想都无法度做到。你敢确定无人会当做证？情意外哦，想要甲阮两个人遐尼论命，无予你弄死，阁遐尼幸运，好好徛伫你面头前。你是哪哦？是的呀，我家今日这阵嘛，让你烦恼嘞，拢怪我家己无够勇敢。我家己我知影，我唔是你亲生阿叔了，我应该事先让你了解，我应该甲你去调查真相，因为安尼，妈才会对我偌济，伊会感动心的破坏。害了妈，人家车磨落海，只怕妈搁在昏迷。因为我去害了妈，可是我妈人生的三顿两顿，都是我用我一点妈来陪我无够。我是谁？你是谁？你干嘛？妈，妈，妈，你安尼，你爸也就唔甘咩？我无怪，怪你。你是辛苦我的，辛苦我的啊！爸，我伫遮嘛要先甲你回城市咧，希望小等你嘛莫怪我。因为连咪我都要教死这唔正囝，即便我甲家风会出意外，差一点无法度转来甲大家见面，拢是遗憾。我知，是伊害你的，我看到着。你讲你有看到伊开车弄金玉阿伯的，这证据？是。